这么说来，蝴蝶姐姐哦，萤火虫姐姐也快毕业了，真希望时间可以走得慢一点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怎么没看见他们呢？我不知道，姐姐们只有给我一张纸条，跟我说打开来就会有惊喜，之后就一溜烟的飞走了。看来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张纸条里咯。怎么办？我好紧张。不然我数到三，你就打开纸条，大声的念出里面的内容，让大家帮你想一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嗯，好，来小朋友，全场的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全校年纪最大、最成熟的六中。我们希望将这一首《美好时光》送给瑞甘，这个陪伴我们六年的大家庭。如同歌词中所写的，无需刻意追求，这里一直都是美好时光。掌声欢迎六中带来的表演。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. What's up with
这真是个很棒的惊喜呢！谢谢所有六年级的哥哥姐姐送我们这么棒的礼物。听着这首歌，看着你们的表演，身心都不自觉地快乐起来了。没错，尤其是他们的分组表演的部分，各自展现不同风格的舞蹈，真是连一秒钟都不想错过呢。不过我们今天的表演可还没结束哦，接下来由本校直笛队为我们